我是千鸟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Assetto Corsa Hard Lap 练车记录。 Mazda 的 Miata NA 在巴塞隆纳 GP 的成绩。群组有人推荐说 MX5 好玩，因为我没有 DLC， 所以就只能玩老旧的 MX5 NA 版，连个 ABS 都没有，车子像是用飘的。练了一个多小时，总算能比较稳的跑完一圈，在这边做个记录。我觉得开起来还蛮有趣的，降档还需要补个油，比较不会失控。好玩。